各位，你们可以用笔记记下来。如何让你的息肉不见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因为息肉是形成大肠癌的什么前身。今天我们政府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息肉让它不见的自然方法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我要说，他说你这个夸大疗效，我说我讲的是成效，不叫疗效，因为它根本没有副作用。好，平常多吃薏仁，薏仁里面有薏仁脂、薏仁素，它可以把息肉分解、萎缩。平常多吃凤梨，凤梨它本身叫做什么？凤梨酵素，凤梨酵素在什么机制？今天有讲的，请你告诉我有没有记住？碳氧化。啊？碳氧化。不是啊。看，跟我说，这有没有记住？台湾的国宝你都不知道？抗发炎因子阻断剂。抗发炎因子阻断剂。你看多好哦。台湾到处都有哈，我凤梨吃下去，我在体内产生抗发炎因子，就是说我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， 我这五个加进去，我身体就会发炎。我凤梨吃下去，它把 B、C、D 截取掉，剩下 A、E， 它都不构成发炎。你说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台湾是产地哎、欸，我不是讲过吗？我讲当行政院长，我要叫什么？他想怎么样？大量生产，把方位独立，通通生产凤梨，然后再成立一家科技公司生产凤梨酵素，大量的送给平价，或是送给每户，也做外销，然后每一户因为每一个月都有凤梨酵素可以吃，我问你。化病的没啦，因为你要化炎就被阻断掉了，所以有大肠癌的人，我有一个产品叫做姜黄酵素，我天天吃，你也是天天吃吧？因为姜黄酵素是德国人经过临床实验得到的啊，我这本书。西方草药学，我看的书很杂。这本书德国都是临床实验的，这德国国家标准印出来的书。它里面有一个处方是姜黄酵素，然后姜黄跟凤梨酵素加起来是一个绝配。姜黄可以强肝。强肝就让你的肝功能强化，杀细菌功能强化。凤梨酵素可以让你身体不容易发炎。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？好。这种资讯应该不应该告诉每个人民？应该。应该。那我讲出来有什么罪？他说夸大疗效，我说你卫生署是。才是真正夸大疗效的机构，所以这次网路我直接写出来，爱德夫曼就直接了当说，卫生署才是全台湾最大夸大疗效的机构。我说有本事跟我公开辩论，公开实验，任何一个国家绝对不允许像台湾这样，你拿着你的血汗钱去国外考察，回来。是想尽办法欺骗人民，所以大肠癌你要去了解，你要不要去炖屁股？大肠癌你要不要去把八髎这个地方、八髎这个地方去强化？所以做要做这样，还是要做这样？
你今天做这样，你八条神经畅通，我这个地方就畅通。所以大肠癌，在台湾大肠癌绝大部分人，先生大哥，以前有没有割掉盲肠？有。你有割掉盲肠？是。割掉盲肠的最容易得到大肠癌，因为盲肠阑尾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？淋巴。我胃十二指肠。肥肠、空肠、生直肠、降直肠、横肠、降直肠、直肠，因为胃假使消化不良，很多食物在小肠里面发酵，发酵有细菌没有杀死，到经过大肠的时候，一定会被阑尾跟盲肠那个地方充满的淋巴把它怎样消灭掉。但是我们台湾西医既然叫人家出生的时候就把盲肠怎样？割掉，这个国家事实上就是杀人集团。现在还很多医生，孩子出生要把扁桃腺割掉一样，奋战到极限。所以大肠癌，大肠跟什么是表里筋？肺。肺，你想要大肠强化，呼吸要强化，肺经要通，肺。所以呼吸一定要不是这样呼吸，是一定要这样呼吸，一定要去常常去扩胸。你扩胸，肺活量增加，大肠的细胞就萎缩，癌细胞就萎缩。所以治疗大肠癌，一定先去把你的肺呼吸要强化。大肠癌。你们假使有空，你住高雄还是台北？高雄。你要住台北，你可以去问一个人，台大、台湾大学，那条是新生南路。新生南路过去不是有一条新泰路，有没有？有。新泰路那边有一家牛肉面，的路口那边有一家牛肉面，那个老板一直跟我说，老师。你怎么都抽不出空来？你来我这里吃牛肉面，我告诉你，一辈子不收钱。为什么？比方说大肠癌末期，医生说放弃，照我方法做，大肠癌完全恢复正常。炖屁股多做，七爷八爷。所以那个有没有脚跟抬起来，两脚推出去，让你旁边身打通。我末梢这边一样把它打通，全身你的按摩棒站桩认真的去做，比你去吃什么药都还好。任何癌症不会死人，只有你放弃自己的时候才会死人。所以癌症朋友，我再次呼吁，请看我，癌症朋友，请看我。下一个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癌症朋友，你不应该用悲伤的眼神去面对你的人生，因为我也是癌末，我到现在虽然有个癌细胞，有啊，但是我讲情绪不好，我这边就是肿起来，所以我保持怎样，天天快快乐乐。让它乳酸不要增加，啊，好，继续看书，有问题你可以随时都去发问，没关系。老师，你发现是癌末到现在多久了？快要20年了。是哪一家医院宣布是癌末的？我报好几家了，西园医院、和平医院，还有旁边很多医院，他们去。他们告诉我是这个皮肤病，他们医不好，不知道什么病，每一次医都医不好，都一直在没有药可以医好。
然后到了和平西路有一家老非常有名的皮肤科，那个老皮肤科就是以前的大观戏院旁边桥头那一家，他说你这个可能不乐观了。后来到了和平医院，那个医师主治医师说这个毕竟我们不曾看过，而且那么久也不会好，那怎么办？后来我日本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他们误诊了，医不好的皮肤病不叫做皮肤癌，就像牛皮癣，今天全台有没有医好？红斑狼疮有没有医好？肝癣有没有医好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28年的牛皮癣的先生，他医不好，台大荣总一二十年了。20几年，他到了东园街一家皮肤科医生，给他15个月。他说：“医生，啊，你不是讲医好？”那医生就说：“护士把门关起来。”他把衣服裤子脱掉，说：“你看看，我牛皮癣35年都还没医好，你5个月算什么？”后来那位先生到了教室去，我用那个处方。在家按摩全身的经络，把它打通，情绪把它打通，站桩由最低把它站到最高，叫他趴下去，所有经络把它打通。2个半月，他本来皮肤连穿衣服都很痛，现在呢，穿衣服根本不会痛。我看看他那个影像，我记得学生有帮我录，就在这里面，我看看。现在看到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哈，我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例。